多关照，多疼爱。好了啊，其实今天这演出确实比较重视，是啊，我准备了好久了。我师傅下午通知我晚上有演出，你知道吗？这是准备了，你也是想瞎了心了，孩子啊。我想来想去，因为现在德云社的师兄弟们太多了啊，而且太火了。有的人呢擅长说，有的人呢擅长唱。哎，比如你要说唱吧。德云社屈指可数的哪个叫岳云鹏师哥呀，嗯，什么叫张云雷师哥呀，嗯，咱比不过人家，扬长避短吧。 嗯我就拿点拿手的展示给大家，拿你擅长的展示。这儿吧，各位，我刚才我也是从开场听到现在整场节目，光是说了没有那个动动响器，哦，我在这儿我给您打个快板，您爱听的朋友，好，啊，挺好，谢谢啊。因为德云社要说喜欢快板，我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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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了？您先等会儿，让他唱歌。不是，您先等会儿啊，哪儿他就唱啊？这我得跟您说两句啊，我得跟您聊聊。说呀，轻易不跟您说，你也不着家现在啊。是，您也不老回来，您看废话，你打搞了对象就不回来了。嗯，冯提大哥啊，您这徒弟张九龄啊。最近要疯，您知道吗？这不是一直这个样子吗？他不要学好啊，他来时就那样啊。头些日子，您给我们哥俩一个机会啊，天津大礼堂可能有的观众知道，给我们哥俩干一专场，演得很成功，啊。说是专场，哎，这成不成功现在放一边啊，就还是比较顺利的啊，很好。回了北京，招不下他了啊，是啊，他现在住河北省啊，哪个招不下？他膨胀了，师傅，你怎么他蓬松了？这才蓬松干嘛呀？膨胀，膨胀了，他飘了他，他呀，他现在啊，我跟你说，现在属于小剧场的演出，台上台上不努力哦，台下台下不用功啊，平时哎也不钻研业务，一天到晚就抱着个手机，微博私信女观众，成天的，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呀！你怎么跟你谦大爷一样一样？您甭提谦儿的，没有啊，我说他啊，哦，所以你说您得说他，就是得让他努力，啊。再说哪儿跟哪儿，他往这一站，今儿我得展示一个，我得来一块板，轮不着他。他能唱就让他唱得好。您的专场不是说我拦啊，他不能唱，他怎么就不能唱呢？他业务不行，他不灵啊，他不灵，他敢说这个？他唱一个，他唱快板。我跟你说，师傅，甭提多了，就三段。他就会三段，会那么些个呢？啊，这是多呀，这是，这少，这是，真的假的？多一段他都不灵了。我跟你说，别让您劝劝他，要不丢人，你知道吧？安九良啊，最近表现不错。我刚才也听见您夸我啊。但是这个要处理好和搭档之间的人际关系，不要因为女观众两个人闹不愉快。是我们不和您聊虫了就行了啊。是啊，但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这个唱快板咱们可有好多老前辈，后台高峰老师唱得多好，当当当，高老师，对，高老师一唱会，这一辈子人家都有两段三段都会了。是，我这么跟您说啊，我喜欢快板啊，快板德云社喜欢快板，咱不说水平，喜欢快板段子甭说好不好，会得多，前三名有我一个，那可以啊，孩子。各位，我对板儿到痴迷的程度，嗯，随身走到哪儿都要带着我的快板儿。看着我今天带身上了。我倒知道张云雷身上有100多块板儿啊，他那是铁的，他是铁的，不是木板。就在我身上呢。你这个身体是哪儿摔坏了呀？不是哪儿摔坏了啊，这是我的个人爱好。哟，孩子，我马上把快板给你拔出来。哎呦，我插哪儿了，孩子？你这是，哎呀。你别弄我一身啊！哎，去！啊！我的妈呀！我这是打长镜那儿学来的，这都连着的，都是。是不是还有一个大板？哟，大板不定得多疼了。哎，你甭闻了，哎，怎么行，孩子？好家伙，好家伙，板都黄了，弹出来了都。唱吧，咱这打板有什么的，对不对？哎，都招苍蝇了，你这个说来就来啊，就三段啊，说来就来啊，就三段，哎，就能吧？啊，来来来，来，架势不错啊，好，要掌声没用，飞板，飞板，没有这招，没有这招，哪有飞板啊？打板没有用，各位，嗯，这板也就占1%，听嘴里，错不了，哎。就三段。华蓥山
巍峨耸立的万丈高，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似波涛，日日炎炎如烈火。行了，不要唱了。捷行车是不是还有脸唱呢？一段了，接着来李派段子，李润杰唱的，唱的不错，这哪儿就不错，听出什么来了？挺好。一段，我展示啊，你展示，一会儿时间赋予你，您那专业不灵，您知道吗？你别露怯了，咱唱着，咱唱，快唱，我换一个行吗？是吧？换一个孩子，我换一个，哎，我马上就到2019年了，我换一个喜庆的，好，能唱一年这玩意儿，不是啊。显示一个祥和的节日气氛。好的，唱一个和王九龙有关系的。哦，还有这个传统曲目啊。21岁的小寡妇，什么呀？什么？你先这别唱，这里边这跟我有关系，这没有他呀，这里头。那小寡妇的爷们儿就是他。我是这死鬼，我是。这是你去世之后出来的节目，我知道，不用您说吧。哦。第二段了，叫什么？小寡妇上坟啊，对不对？打脸了吧？两段了。还会吗，少爷？我这太会了。这个我这个外甥媳妇上坟，这个咱不唱了。我怎么回事？跟我没关系，但是跟你有什么关系？都埋了啊！再来一个别的上坟的什么的啊？这样吧，师傅。哎，还好我今儿不露点真能耐是不行了。好，这么多年您全国各地、全世界哪儿都上演。嗯，快板这个东西，民间艺术家您见多了，这过不了安检这东西。哎，外地的快板，方言快板您听过吗？有，我见过，但是很少跟人同台，你知道吗？我独门绝技，我不知道今天在座里有没有山西人，有山西的朋友您举手我看看吗？啊，好吧，手还真有啊。我唱的不对，不要管我啊。哎，凭什么呀？这会也不会呀？山西快板好不好？那可没听过。哎，你要说四川的我倒知道。哎，山西快板啊，山西快板我不会。对，还是说说你媳妇给你上坟那事儿吧。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再唱一东北快。你别唱，多一段他都不会。我跟您说吧。啊，这个三段已经三段了，已经三段了。这让王九龙说着了，什么都不会。没想到唱九龙。东北啥灵了？行了。灵你就中邪了这个。我等着跨年呢。你打算这样站到跨年啊？你指这趁点可不成啊！来，别，你要干嘛呀？不是，什么叫我要干嘛呀？玩嘛，兄弟。他也没有别的意思。干嘛呀？你好好说话，你这孩子，别闹。我2007年来德胜，师傅给我一次机会，容易吗？确实，你也花钱了，孩子。你我家里房我都卖了，你知道吗？是，谁想说都可以。买师傅这票站台上听相声，我容易吗？啊，你也是爱曲艺，是个观众，你看。对，你也是。不是，说两句。不是，老师站着都没说什么，咱俩都是老师的学生，你这废什么话？我没别的，我的意思，你别当着。你还有心思管我呢？你小点声。你看看你那个，我你个个怎么的了？亲外甥吗？废话。你有事说事儿。你也是什么玩意儿？这孩子长的，你别提我祖上。老郭家有超过1米7的吗？怎么没有啊？郭汾阳才1米1，知道吗？废话，他才多大呀？孩子那是，万岁看老，知道吗？没听说我还长呢，是吧？你别老跟我说，咱得踏实。哎，我是逗哏，我这样不行啊。逗哏也不能这么嚷嚷啊！不，你要这样没劲了，张先生。你别指我干什么？听我说，你干嘛呀？你别指我干什么？真没。好孩子，废话，没看见，你们说，我今儿上来露脸来了，跟你们叫什么劲？够露脸的，丢人呢，你那是，你少说两句啊！怎么着，师傅给我机会，有你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都谁有毛病？谁可以了？可以了啊！你要干嘛呀？你啊，师傅，您站在盆地好好听。什么叫盆地？有风，这是舞台正中央，你知道吗？王九龙，叫你呢，怎么着？我正式通知你，跟你说话呢。你失业了，又坏了，你看了？他通知我失业了。你看你我现在没工作，失业了。我凭什么失业？我失不失业也不是你说了算。还干你还干吗？我干呀，这你干啊。对了，你要这样我退出了，我跟你说。我舅舅，但是我凭什么不干呀？别喊这个人听你。我身份证我都扣这儿，我走得了吗？那不光你都在我手里边，对不对？我走不了啊。师傅，您不管他是吧？我打不过。哎，你们狼狈为奸的干嘛呢？什么话这叫？什么叫狼狈为奸啊？
好，九龙，王九龙。哎，行了，你要挨这儿干干嘛呀？我不干了。嗨，你这孩子，你不能这样。有事？哎，多少拦我一下。你怂？是啊。嗯，去吧。什么呀？好吧，这就是领导给我最后的话。别，好，你干我不干了。别动，张九龄。哎呦，孩子，哎，退出了。别走，行吧，朋友。哎呀，九龄嘞，你退出。你们亲眼瞧见，孩子，别闹，别不干，别不干。你看看这走的都饿死了，孩子。好孩子啊，你要在这儿吃不饱，你在哪儿也吃不饱，真的啊。好孩子啊，别闹了啊。行吧，我师傅，您甭劝我。哎，我是，我不是冲您，我知道，我不是冲您。哎，真是，因为今天这个机会，说实话，各位，我跟您说实话，啊、我2007年来了，说六遍了，我等了11年这个机会，也还不到你呢啊！我没有想到，为什么今天在台上你会这么撅我？你俩是好哥们儿，你不应该这个样子的，知道吗？啊，我不干，我说他了啊，他以后改了啊，我走了。哎，不是，您先这拦着，师傅来了，您来，哥俩不错，你快拦着他啊！这就传出去让人笑话，这明天头条都热了。没事，他还胡编呢，你说什么？你这够得着吗？你这我还行，我还行，调。这缺德，谁研究这个玩意儿？下回出来就带一个那个就行了，这不能怨我这个。哎，你先等会儿啊！别碰我！不是你好好说，怎么意思？没你这样，咱哥们儿到这儿说你两句还不爱听了似的，以后没交情了，没交情了。不，你要这样可伤我心，你伤人心呀，你死不死啊？你死不死？不是，你什么意思吧？你要干嘛？走了啊！走的意思就是代表就不干，不在这儿，咱们再也不见面了，退出了是吧？啊、不见面啊！这回算是都凑齐了，我跟您说吧，什么时候您乐九霄立不住了，我跟您说吧，不干了是吧？你先别乐，先别乐，别乐，怎么了？不干了，走了，再也不见面了。不见了，伤心吗？再也不回来了是吧？再不回来。好，走没关系，我想把这个脱了。哎，把这脱了，你别让我伤心，别动手，你别让我，来救我。我怕伤着我就不过去了啊！你们自行解决，先回来。先消消气儿，孩子啊，消消气儿啊！我问问他，我质问他，好不好？啊，看着我的眼睛，师傅，您说，你有话好好说，你怎么这么大脾气？你我不是脾气，我有点累，我啊，不是我跟他再一个，他说不干了，这转一圈不还得回来吗？是不是？我承认。是我他干不干走与不走跟我没有关系，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你拦他干嘛呀？废话，我能不拦他吗？他穿那马褂是我的，就那件是你的，多新，那是我的马褂，他走这马褂给我脱下来呀、啊。你在咱家住了10年了，也没看见你有这么件衣裳啊？我有马褂啊，我脱了给我。我给你问问啊，张九龄。哎，师傅，那个你走不走干不干这是另一回事啊。您说王九龄可提出来了啊。说什么？我得问问这个马褂是谁的呀？珍珠的。那给珍珠啊。这不我穿上挺好吗？废话，谁问你好看不好看了？东西是人家的，得给人家。这跟我皮肤挺顺色的，我觉得。你那个脸是棕色的，知道吗？师傅，哎，我跟谁横，我不能跟您横。好孩子，这事儿我给您咱讲一讲行吗？你说说呀。这马褂是王九龄的，嗯，咱不是不讲理的孩子。打到天边这马件马褂也是王九龄。你说清楚叫什么？马褂。孩子气糊涂，打到天边这马褂也是王九龄的，是的。但是他的马褂为什么穿在我身上？为什么呢？水有源，树有根。嗯，郭小宝肯定有亲爹。哎
说兴奋了，我得给您讲一讲为什么这样的师傅。我先给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穿这个马褂，好吧？为什么呢？因为啊，我特别喜欢您的艺术啊。我看您现在有时候做那个综艺节目，做综艺节目有时候赶上重要场合，您也经常套一马褂。哎，这个代表了一股国风。哎，反正我不是国风，我这传统艺术嘛。是的，本身咱们传统行业，我也特别喜欢传统文化。哎，我就想来这么一身马褂。好的。后来我上那个北京什么叫三里屯，哪个叫国贸，我去逛商场去，人家没有卖的。那当然了，人说我这个得去寿衣店去买去。人家躺下他能给你穿，没有卖的。嗯，后来我在后台偶然之间，我听谁聊天说王九龙也不去年也不前年在一块砍大山的时候提过一句，他们家里还有这个老式的马褂。我一琢磨，那会儿我跟他关系还不错，我上家跟他借一件去。嗯，我这搭档这朋友能不借我吗？嗯，有一天我就上他家去了。哦，那天他没在家，我到他们家一敲门，是王九龙的母亲给我开的门。哦，各位，这有其子必有其母。您看九龙确实啊，长得挺精神，他妈也挺好看的啊，也挺漂亮的，在四五十岁的女的里算有气质的，长得特别像那个唱歌的那个明星。哦，腾格尔，特别漂亮。你说看那胡子茬像了，对，就那种稀疏的头发那种感觉。嗯，长得确实挺漂亮的。嗯，但是呢美中不足。哦，他母亲呢就是个儿不太高。哦，稍微有一点胖。嗯，他母亲高是1.4米，宽是1.1米。你是不是跟那汽油桶说说话？对对啊，我就跟他母亲借这马褂。嗯，我说那个阿姨，我最近啊想换换穿衣服的风格。嗯，我记着九龙说过您家有一马褂，您能不能找找您出来，您让我穿着试试，新鲜两天呢，您让我高兴高兴。嗯，九龙跟母亲的阿姨说话特别的好。九龙啊，没关系，这个马褂阿姨不在乎，不就是一件衣服吗？马上就给你拿去。回到屋里翻箱倒柜，把这马褂都给了我了。刚拿着马褂要走，他母亲说了，九龙啊，你先待会儿再走，您明白，我穿这马褂就是对他有好处啊，对他有好处。这就来了。哎，给我钱了是怎么着？你我就这怎么没有钱？你给我钱了。说的真细致啊。对他有好处。嗯，什么好处呢？九龙他母亲就跟我说了，九龙啊，这个王九龙啊，小时候啊，街坊邻居都特喜欢，但是这两年不知是青春期，也不知是叛逆，他一出去跟人聊天去啊，说话招三不招两，云山雾罩，出去吹牛说话都没边儿了。阿姨这马褂给你没问题，你穿着阿姨这马褂，以后王九龙说话再让别人问住了，你帮着往圆圈的说，给我们家孩子落个整脸儿。哦哦哦哦哦，可能说的有点乱，但是您能明白这？我听懂了，我听懂了，听懂了，明白这意思吧？啊，有好处。那个谁，孩子，你给我脱了，我没穿着你的，哎，要疯你的是吧？人家可不白穿你这件衣裳，他给我钱了没有啊？他给我租金了，你先要疯你这是啊？比给钱胜强百倍，什么好处啊？上家去找你母亲借这件衣裳，你妈说了，说你说话云山雾罩，招三不招两，天上一脚地一脚，让他在外头以后帮你啊，完全是说，所以说这件衣服不白穿。这话是他说的，你问去啊？您也信啊？你看看孩子，不是谁说话云山雾罩、啊？跟他聊，你问问。今儿的时间啊，都倒腾在这上头了。这话筒今儿非得坏了，我跟你说。不是你这你还走不走了？你要好好跟我聊天，我就不走。我劝你也别走，走也是饿死，知道吧？我可以不走，但是你不能跟这待，你不能这么挤兑我。你走行，马褂给我脱了啊！我不走不走，你老拿着马褂想穿脏，你就穿着吧。我这挺在意，多大还我呀？再穿20年，对，20年呀、啊，你还活多快20天吧你？甭废话啊，听我的啊，这马褂怎么着？明年还我。行。明年还你啊？明天就是明年了，知道吗？你得抓紧穿呀、啊，你得。不行，不行，就穿一天，饭也不上，我穿也不行。那你说，3月，3月呀、啊？3月太长了，等不了，等不了。3天，三天给我还过来。2礼拜。啊，咱都哥们儿不错。5天，甭废话啊，5天，9天行不行？7天，
七天给我送回来给我啊。七天之后中午十二点我给你送回去，好不好？中午十二点，一个礼拜咱谁都别让着，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你再吃我一顿是怎么着你啊？中午十二点，甭废话，早上八点。八点还得早起。八点钟我从家里起。说相声谁早起呀、啊？嗯，后半夜四点。有后半夜四点送哪班的？你告诉我，说你想怎么着你？你说十点半，甭废话了，十点半，快快快！哎呀，你不是十点三十五，十点三十三，哎，行十点三十三分二十八秒，二十、哎、还可以了，可以了啊，这几分钟犯不上了啊，有这功夫叨腾他的话筒了啊。行，我就说这意思，哎，你不能这样，嗯，我也得说说你，哪能这么大脾气呢？哎，是我不是早几顿，我看他就是不，这个是我们家自个儿家的孩子，那可不、啊，这是我外甥，他怎么样，我心里有数，对不对？他不能大差离格。我跟您说两句，好啊，哪儿跟哪儿，您不能听他一面之词，对不对？哪儿跟哪儿往那一站，我说话人山不照，嗯，我说话招三不招两，天上一脚地上一个，哪儿啊？他不了解我，您还不知道吗？刚才跟各位说了，台上您是我师傅，嗯，私底下您是我舅舅，是的，咱们有血缘关系，对的，对不对？我刚来时候才多大呀？十来岁的孩子，那会儿我也就这么高，那会儿也就这么高吧。像你谦大爷那么高，那会儿就差不多那意思吧。是的，您是看着我一点点这个头超过您的，那是，嗯，对吧？我就说这意思。嗯哪儿？虽说咱们是亲戚，有血缘关，但是您记住，但是，嗯，我可从来没拿这事说过事儿。哎，咱为人低调，从不张扬啊！您见我多的，我跟外边人说，我要吹牛去。我说郭德纲是我舅舅，我是他外甥，我们是亲戚。您见我什么时候说过呀？你今天就喊得很好，对对，全世界就都知道了。咱不张扬还云山雾罩，跟说就这马褂啊，甭说借，嗯，给他我都不心疼，知道吗？嗯家有钱不在乎，嗯，就这马褂家里，嗯，多了甭提，三万多件。3万多件马褂，你那么年轻预备着别这个嘛？喜欢呀，爱呀，就爱这个。光大衣柜就200多个，你这装马褂往里叠，知道吗？你住的哪个旧货市场啊？你这是不在乎啊？太多了，马褂3万多件，各式各样的颜色，嗯，红的，呵，黄的，哎呀，绿的，粉的，豹纹的，是不是？三点式的马褂，哎呀，您要喜欢，回头您不要，不要，怕挨打，真是。现在不要了，那现在不要了。嗯，关键说这话可气。嗯，哪儿？咱平时好交朋友，是交朋友，人缘好，嗯，远了甭提。我们后台有一位人啊，郭麒麟，我大儿子，您认识吗？废话啊，认识。郭麒麟，那是我表哥呀。啊，我们关系好极了。平时我们没事老一块出去吃饭去玩去，他老带着我。小孩们一块儿私交好。嗯，再提一位。烧饼，那更认识了。我那师哥，对，美食博主，你知道吗？美食博主，关系好。您说我们俩关系不好，头些日子他结婚，为什么请我给他当伴郎啊？哦，是不是？对，私交特别近。是，对不对？最主要的一点呀，我们哥仨呀，为什么玩得来呢？为什么呢？孝。哦，孝顺自己的父母。嗯，拿我来说吧。我就特别孝顺，你看，可能有的观众知道啊，我呢是个天津人，嗯，平时给我爸妈接北京来跟我一块过，当然了不住市里，嗯，因为咱有什么说什么啊，毕竟市里是甭管是空气呀，是雾霾呀，污染各方面呢都不特别健康啊，不如城外头。咱孝顺，嗯，孝敬，花钱，在这个北京的郊区呀，嗯，有一地叫怀柔，盖一四合院，啊，大四合院，院子漂亮，那是，院子也漂亮。景儿也好，嗯，是不是给我爸妈接那儿住去？平时啊，在院里头，甭管是养养花啊，种种树啊，嗯，喝个酒，溜达溜达，特别好，很开心呢，是不是？这个哎，最主要的，在这院里头啊，打了一口井，哎呦嚯，就那摇把往上摇的，我见过那个，你知道那个，见过那个，往上打井啊，对对对，井水甜，是的，吃的健康，嗯，但是有一点啊，什么不得不提，怀柔刮风啊，到了夜里。刮大风，呜，那风特别大。是，这不那天吗？嗯，我呀，在家正睡着觉，嗯，我正睡得着着呢，我听外边，呜，好，跟闹着妖怪似的啊！是，就好，这风够多少级呀？11、12级呀！我听这院里边，咣当，咣当，咣当，什么动静啊？来火车了！别来火车了，那我们家不就平了吗？那不，咱呀也没理会，接着睡吧。到了第二天，推开这门一瞧。您猜怎么着？就我们家院里这口井啊，给刮到墙外头去了。
哎呦，这风多大呢！你可以了，我井里边还泡着袜子呢，我还。你到吃药的时间了。您这话怎么说？来一针吧，要不好不好？完了，风大给井刮墙外的，院留口井啊，刮大风是井刮到墙外边去了，墙外头去了，胡说八道。我说这事儿，您觉得新鲜？不可能，不相信。是的，有人知道啊？谁？他知道，他知道，你问他去。嘿嘿，小黑，您说您说，这个怀柔有一四合院，哎，怀柔那地儿不错啊，四合院里有口井，那边井水甜，夜里刮大风，这井刮到墙那边去了。是，您这为人师表什么的，说话怎么没有这事儿？不可能吧？这不假的吗？我说了，哎，我脱了，我脱了，怎么怎么又脱了？怎么又？你站着，你又撕吧我？你站着，谁撕吧你？谁撕吧你？啊？怎么意思？怀柔啊，怀，我知道怀柔四合院啊，刮大风啊，井刮墙外头去了。我说的，我井刮墙。你不知道，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干嘛？师傅，哎，怀柔那个院里的井刮风给刮到墙外边，啊、这事儿是王九龙说的？没有，有，哎，有，别说瞎话了，别说瞎话了，来解释一下吧，这个好新鲜，太爱了啊。哦有这事有哦，那就好这个师傅这个事儿我是亲眼得见哦，那太好了。这个事儿需要我解释吗？那废话呀，好吧，我看来是做说完穿这身衣服就可以出殡了。哎，好嘞，这个风太大啊，把井刮到墙外边。哎，各位有这么一句话，您不要忘，就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对啊，井为什么刮风能给刮到墙外边呢？是呢。如果有一天您要是想明白呢，您记得告诉我。哎，这是人话吗？这个啊。您我明白这事儿，废话，看我的，哎，这事儿交给我了，来吧、啊。怀柔小院里啊，有一口井，刮到墙外边去了。这个事儿是王九龙说的，是。那么问题的根源出在哪儿？哪儿呢？出在王九龙身上。对呀、啊，因为这是他身上的事儿，我就可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九龙的家庭条件啊，他的家庭状况确实有钱啊，家里没有钱，不可能在怀柔租个院儿。啊、哎，王九龙每天盖的，对，我亲眼得见呀，盖的一个院啊。王九龙每天跟我们都不一样，他是每天都是要有司机接送上下班。哦，对，他有钱才能有小院呢。哦，司机接送上下班，每天王九龙下班之后，司机先给他热车，先给热车，扫码开车，一片腿上去，王九龙坐在车上。你等会儿，黑白龙，你等会儿这膜拜的，你说这不像他自己的车呀？啊。是那个黄颜色的车吗？对对，小黄。哦，摩拜啊，什么摩拜？谁自行车？他每天坐摩拜回家。我怎么那摩拜没有后座？我坐哪儿啊？我跟着跑呗，那就坐轱辘上。哎呀，这坐轱那怎么坐？那得是个铁裤裆啊。那多刺激！那是司机一蹬车，你坐轱辘上啊，这又掉出一副板来。哎，你坐轱辘啊！哎呀，大板也出来了。呀，那没有了，没了，孩子。然后井就刮出去了。好多话嘛，这都你也到吃药的点了吧？我重新跟您讲啊，那好，那么就不是他不会坐这种车去怀柔，是的，咱们现在到了怀柔再解释这个事儿，对不对？可以的。王九龙每天有那个专门的司机开那个车，好几百万，叫什么叫那个劳什么啊？开那车叫劳力士，天天坐那车啊。你等会儿是那个圆盘的吗？开那车不叫劳力士吗？劳斯莱斯啊，对，劳斯莱斯啊，每天一下了班接着王九龙到怀柔。王九龙为什么喜欢去怀柔啊？为什么守着父母住，对不对？九龙是天津孩子，待在这创业有钱了，说相声挣钱了，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住了。嗯啊，怀柔那边有一个院，你看院的风比较大呀，他怎么能把井刮出去呢？问你吗？他不一定是把井刮出去的。哦，因为什么？您不了解。王九龙的父亲叫王水井，他爸爸叫王水井啊。有一天晚上给他爸刮出去了，王九龙早起推着，嘿，给我爸刮出去了，井刮墙外边去了，井刮出去了。哎，九龄，你这话说得又响又不臭，放屁呢跟这儿。好，你以为我不认识他爸爸呢是吗？我们沾亲戚你不知道吗？
是吧？你要说于谦他爸爸，我不知道是吧？那我重新给您解释好不好？再创造一个。哎，我重新给您解释，这个不成功。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出在他爸爸的名字的身上啊。他妈也不叫水井，好啊，水井水桶都不可以。他妈叫隔离墩儿，他妈的啊。问题发生在什么？就是他爸跟他一块住在怀柔的小院里，因为他爸是外地人。他爸并不是天津人，他爸不是天津人，他爸你爸爸骗咱们这么些年，我都不知道。因为他爸爸说话有口音，啊，他爸说话有口音。哎，早起一推开这门，哎，我这儿子给我买了院，太好了。他心里这么想，一说话有口音，哎呀，哪儿都好啊，就是景华风啊，唐山人，就是景华风啊，他怎么景华风嘞？他井刮风刮出去了，王九龙就以为是把井刮出去了。好呀，我这个妹夫说话都夸死我了。啥玩意儿叫井刮风啊？没有，哎，没听水井井刮风啊？什么味儿？哪就我爸叫井刮风？什么味儿？这是水井刮出去了，跟我爸说话有什么关系啊？这是打地底下的井刮出去了啊！好，各位，那咱们另起炉灶，咱们重新来聊聊这事。哎，咱重新来聊这事啊。既然问题不出现在他父亲的身上啊，那么就是刮风把井刮到墙外边去了。是的，那么这个问题就在风的身上。你开心就好，怎么设计都行啊。师傅，您相信我不是自闭症，我先告诉您。是，你这个药已经管用了。就是风的身上，那为什么为大风？大风风特大，把井刮出去。好，师傅，我知道你不信。我并没有反驳你。我重新再说一遍啊。我只是看你的脸，我想抽你。哎呀，这鼻挺哈喇子。他大风。三五级的风刮不出去，五六级也刮不出去，十来级的大风也刮不出去。好，那么就不出现在风的身上啊。那个孩子，你要有别的工作，你就干点别的去吧。他不是出现在风的身上啊，那么就是什么呢？就在井的身上。哎，井太小了，这个井这么大个，你怎么这井这么小，风唰刮出去了？你说这是鸡蛋？鸡蛋没了，怎么不出现在井的身上？对，你想这玩意儿怎么喝水啊？全家人趴那儿嘬呀？别一块儿喝好不好啊？搞伴儿喝也不够啊！那不是井小的问题，那也不是井的问题。那是井刮风的。你再设计一个呗？我再想一个呗。我再想一个呗。那不是井小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还能出现在哪里？是那它不是风，不是他爸爸的名字，也不是井的大小的原因。那么咱们就要从小院开始聊。这个题目就大了，好不好？咱们从他们家的小院开始聊。好的，因为他们家那个小院啊，占地面积比较大。有机会请您做客气。他们家那个小院占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全国都是他们家的。他到底有没有家呀？我问你，他一推开门不就是家吗？哪都是我家，是吧？没有那么大。好，四合院，有这么大能力还说相声？你真是的，没有那么大的院，四合院，但是地方也挺宽敞的，就反正不小。怀柔那边治安怎么样？啊，治安不错呀，治安不错，治安好，治安不错。你家有防盗门吗？有防盗门吗？没有防盗门。有大铁栅栏门、啊、农家院的铁栅栏门、啊、没有铁栅栏门。没有铁栅栏门。没有铁栅栏门。有没有墙？有没有墙？没有墙。没有墙。没有墙。你得说什么墙啊？是不是？没有墙啊？这你不，你家里是砖墙吗？不是砖墙。不是砖墙。不是砖墙。你闭嘴，不要再说，我好不容易想起思路，闭嘴啊，好吧？怨我了。不是砖墙，不是砖墙，那么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墙，很简单墙，就是篱笆墙。篱笆墙，对不对？那是篱笆墙，就跟那个杆儿弄的。你还学过舞蹈呢？篱笆墙两边斜插着插的泥里那种。哦、哎，因为咱们城里很少有啊，啊因为什么？城里它都得用那种高楼大厦，都得盖砖墙。是、啊，农家院是篱笆墙。对，篱笆就是插的泥里。哎，可以，看明白。哎，就插在泥里边。懂了。它插在泥里边。王九龙没有这方面的建筑经验呀。这叫什么建筑啊？这个。铁砂掌的建筑，他没有这种建筑经验啊，他这都是动手 DIY 盖的篱笆墙。
哎 ，DIY 篱笆墙，哪家到底是有钱没钱的？他体会这种乐趣，都是 DIY 篱笆墙。他没有这个经验，他那个篱笆往里插的就不是特别深，哦，他就平摆扶搁放在那个泥土里边了。嗯，哎，就插进就这么点哦。您琢磨这赶上夏天刮风下雨的，他那个泥一沤，那个植物它就烂掉了，哦，对不对？所以来说，它烂掉代表什么呢？这个墙不太结实。嗯嗯，墙不太结实，又搭上怀柔风大呀。风特别大呀，哎，晚上一刮风，吱，把篱笆墙刮到井的外边了。那、所以王九龙早起推门一看，哎，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家把我的井刮到墙外边了？师傅您琢磨呀，把这篱笆墙刮到井的里边，视觉效果不就是把井刮到墙外边是一样的吗？呵、啊，你父母知道你在外边受这个罪吗？啊、是我跟他聊，我跟他聊了，我跟他聊啊，你劝劝吧。哎，有什么遗言没有？真不易，真不易，滚！嗨、哎，你不是我这说话好超劲儿，你知道吗？你超劲儿，我差点死了，我差点永远的留在2018年，没你我舌台上了，是不是？有你我快舌台上了，不是。别说什么呀？有没有面子？这确实不错，圆的真好。我信，穿着呀，多穿点啊。俩月，仨月，行，仨月，这你是对得起我受这累的。仨月，好不好？仨月啊！我走，你在这待着，我再聊聊。你差不多，不是我再聊聊了。我跟师傅再聊聊。你不要聊，我聊聊聊聊。你差不多，别说你啊，你再待着。仨月啊，仨月啊！我现在可爱玩这话筒了，我比您还爱玩，太开心了啊！这回师傅您明白了吧？听懂了。对，我说好超劲儿嘛，这不是你超劲儿，他差点死这儿，他死不死跟我没关系。嗯，好，穿着我那衣服了啊。刚才说到一半啊，这个说我呀好孝顺。是的，对，尤其是我妈，这个嗨，一提到我妈呀，我这心里啊就不舒服。怎么了？难受。不怕您各位笑话啊，不怕您各位笑话。我妈年轻的时候在工厂里上班，是出过工伤啊，这两只手。没有大拇锅啊，两只手没有大拇锅，嗯，这在我妈心灵上这是多大的创伤啊！可说是，是怎么办呀？咱当儿女的，咱孝顺呀，咱懂得这花钱，干嘛呀？给我妈买戒指，嗯，给这手上哎戴满了戒指，你看，哎都戴满了，能折能给她折一折。旁人一看，哟，您这戒指不错呀，就不注意到我妈手上这残疾了。您琢磨，我妈这两只手没有大拇哥，嗯，给她戴了10个戒指，哎嘿。这戒指，哎哎，漂亮，哎，它是6个黄金的，哎哎，外甥外甥，可以可以了，外甥，怎么了？怎么了？这个又来那个井刮风了啊？不是那个话题啊，我知道不是话题，嗯，没有大拇哥，没有大指，剩8个指头，对，戴10个戒指，戴了10个戒指，有没有可能一个指头上有戴俩的？没有，一个戴一个，一个指头戴一个。我喜欢你这种严谨的态度，是不是？咱俩赌死喽！是我的师傅，您搁那儿吧。好，谢谢，嗯。来的太老的快递啊！哎，这个事情听着不像人话呀。谁呀？你说这不可能啊！我说两只手没有大拇哥，戴了10个戒指，您不信啊？不信？有人知道啊？谁？你问他去啊！是吧？哎，那个小黑宝宝，快来！来了新题目了，孩子。啊，新年新气象，您说吧，我准备好。你先给你爸妈打电话，可能未必回得去了。有一个人好有钱，伸出来10个指头，没有这2个大拇哥，只剩4个，这俩磕了一块是8个，一个上面戴一个戒指，一共戴了10个戒指，请解释。是我这就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你哎，我说什么来着？说了，哎呦，我来了，别着急，怎么了？别着急，你说怎么了？什么事儿？怎么意思啊？急什么？哎，谢谢师傅。我说的，两只手没有大拇哥。你先躲我远点，我跟师傅对话。您这我听见了吧？来了，哎，俩手没有大拇哥，戴了10个戒指，哎，一个上面就一个。对，九龙说的没有。有吧，哦，好啊，这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哎，啊，好，你俩要并骨了，哎，是吗？好极了，来解释一下吧，一个开心的样子，啊，喜极而泣，我手。
我要有水泥给你嘴糊上，我跟你说，说完再糊。没有，大拇哥戴十个戒指，还是一个戴一个，是戴还是一个戴一个啊？好，那这是你说的是谁戴这个？我妈，我母亲，腾格尔是不是？腾格尔没有腾格尔，没腾格尔事儿，没有没有啊。好好，你母亲，我妈戴了十个戒指，哎哎，这个问题咱们从头来说啊，也别说的太复杂，哎，因为各位这个事儿我是亲眼得见，我又看见了，我是哪什么时候看见的呢？嗯，去年夏天的时候。哦，日子不短。哎，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马上给您解释啊。好的，在去年夏，哎，去年夏天，回来。我们120等你呢，是怎么着？要溜是怎么着？在这儿说，先把自己骨灰盒预备出来，我讲啊，在这儿说，这我是亲眼得见啊。他母亲戴十个戒指，嗯，为什么要戴十个戒指？为什么呢？因为手工伤，嗯，手工伤，大拇哥没有了，嗯，他怕别人笑话，他的心里边有一点别扭，是的。但是这个也不能构成戴戒指的原因啊，戴戒指原因还得是因为有钱。还得是因为有钱，对，没，你要说连饭都吃不起了，凭什么戴十个戒指啊？哦，对不对？早饭没吃，凭什么戴十个戒指？午饭没吃，凭什么戴十个戒指？晚饭没吃，凭什么戴十个戒指？别废话，爱吃饭什么事儿了？啊，不就是你饭吃不起，你根本戴不起戒指。他只有是有钱才会戴十个戒指啊。他母亲一身打扮都特别另类，嗯，底下穿那鞋。澳洲带回来的哦，澳洲叫什么叫乌哥哥那个鞋，哎哎哎哎，还有个说法叫 UGG， 哦，好乱七八糟，你这个汉语拼音不灵啊，穿的叫 UGG 啊，完了裤子也是时尚品牌哦，啊，裤子也是，完了衣服也是时尚品牌，完了到这个手上他也是会戴好多戒指，有黄金的，有铂金的，完了还有钻石的，嗯，我问您师傅，钻石的一克拉的钻石和这个十克的黄金哪个值钱？您答对了，好不好啊？我还没说话呢，他是有自闭症。心灵的交流嘛，心灵交流。哎，领会到了，他戴了十个戒指啊，哎，黄金的戒指，几六个黄金，四个白金的啊。他你记得说的。如果他这两个手上他没有大拇哥，他只能戴一个戒指，是八个戒指。他为什么要戴十个戒指？十个戒指，他根本不可能戴到这个手上。他如果戴到这个手上，他只能是什么？他不能可能戴到手上有十个戒指。他一个戴一个，那是八个戒指。你急了啊？不是，他为什么他一个手上有一个戒指？吓我一跳啊！我明白了，师傅，你明白什么了？谜底被我解开了。为什么戴十个戒指？王九龙的母亲原来是六指儿。你详细说说。您琢磨各位啊，王九龙他妈原来就是六个手指头，两个大拇哥削下去，虽然少了大拇哥，但不还是两个手十个手指头戴十个戒指吗？嘿。啊，真不易，真不易！你回去跟你妈说，别这么胡捯饬，知道吗？是，差点出人命。他不爱捯饬吗？啊，哈哈哈哈，哎，这个说的又太不易了，太不易了。你安慰一下吧，再聊聊吧，我。哎，切，辛苦这话筒了，我跟你说。我错了，真好，我错了，真的，咱们就差不多。没您远，我就死台上了，我这已经要死台上了。是，我是说话省事儿，你知道吧？我真快死了，兄弟，咱别这么聊。不，再聊会儿。不聊，穿着，回家吧。不，就不回家了。我着什么没跨年？你妈等着你呢。不是，我妈没有大拇哥的等着你呢。没大拇哥等我干嘛呢？干嘛呢？别聊了，我聊，我穿着一年，行不行？一年啊，一年管我要，你不够人格，我就绝对不一年送你了，好吧？一年，再聊会儿。行了，再聊会儿。是这么回事，听懂了，听懂了。我妈也是六指，但是我想不起来那六指这个词儿怎么说了。哦，说话好超劲儿嘛。是你超劲儿，他算完了。对，这么着吧，甭提我爸妈了啊，甭提家里头，你说说我吧。哦，你怎么样？您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啊爱好也多，兴趣也杂。我最喜欢知道喜欢什么吗？什么？喜欢文玩。哦，有的时候喜欢文玩，是盘盘核桃啊，把玩个手串啊。喜欢这个。到了冬天。揣个蝈蝈葫芦什么的，嗯，养个油葫芦，听叫美。哎，你说这事我想起来了，什么？那天半夜呀，我在我们家正睡着觉呢，我就听我们家床边底下，我听这什么动静啊？哎，油葫芦叫。哦，我想这好，这草虫啊，嗯，咱喜欢这个，赶紧逮去吧。我这手拿着手电筒，哎，这手拿着抄的，拿着炭的，去吧，我就去了。嗯，到了我们家床边底下，我一听。没在城门底下，在哪儿啊？在胡同口呢。嚯，我噔噔噔跑到胡同口，我一听，没在胡同口，在哪儿？在西单呢。好，我赶紧打辆车奔西单。我一听到西单，没在西单呢。在哪儿呢？西三航站楼。
好家伙，我说这帮带回来了，到了 T 三，我一听，没在 T 三啊，在阿富汗呢。哎呀，在国外了，我赶紧买张机票去吧，奔阿富汗。到了阿富汗，我说呵，好，我看见去。您知道徐州多大个？多大个？就这脑袋。可以了，得跟剧场那么大个。可以了，孩子，就这身子，可以。十六节火车这么长，你眼睛，你出口探照灯，可以了。咱们胡说八道，谁胡说？这真有这事儿？不可能啊，不可能！你问他去，谁知道？他知道。我问问，哎。哎，师傅，有题目了，我等您半天了。有人在屋里边听见这个油葫芦叫唤，到胡同口一听没有，出去之后啊，到了西单了，不可能，西单没有，到了 T 三就到了。不是，这事儿是他说的，我说的，他说的也没有，怎么呢？不要了，不要了。下面请您欣赏。